什么霞光啊，太热了就会有这种光了。是哦，西南气流就会有这种光了。是的，西南海就会有光。没关系，这很漂亮，这里很漂亮。你要从那个我们家那种16楼看比较漂亮。今天日出也有啊，昨天 日落也有，都有火烧云啊。那是火烧云。没有，这个是霞光，这个才是火烧云。等一下还没下去。现在才夕阳而已，它还没下去。等一下，整个沉下去以后，应该会烧一下了。是，我们来那个现场。那你用录影？等一下越来越强，现在夕阳还没全部下去。没看到，那是因为要变天了。哦，是哦。我们还有大自然怎么去？因为高温要到了，现在大概你要是看到霞光，都代表大概30几度会出来了。你看下面那个红红，那个算是比较，它就是夕阳还没下去，那个云绑住了，那叫低空云，低压云。这边告诉你。本来你在从今天开始就一直烧，一直烧，烧到下雨为止这样子。是哦，哎，这个越强哎。我是都在16楼拍了，16楼拍是可以拍到这边全部，只是拍不到海而已。那边开始烧了。好棒啊！今天大概会烧很晚，那边也在开始，只是那以那边为准的，那太阳在那边。应该还没算火烧云呢，它只是在下去而已。这个还不算，有了。哦，辣。后面也有网。